食完嘢啊，个女话行个大运，就去宝云道啊，有可能撞到发哥噶。学知啦，第一站姻缘石。啊，大家知唔知呢栋叫晓路咧？一个单位卖几多钱啊？吓，珠宝云道湿碎咧，三公里。九十年代啲系。呢个咩位置啊？跑马地啊！啊，边个想去姻缘啊？上去睇下嚿石系有噶啦。睇到呢个姻缘石啊，啊，睇下啊，嗱，呢个就姻缘石啊，似乜嘢？大家话俾我听，有窿捐添喺度啊，捐窿捐下，哎呀，哇，哇，逼唔入啊，捐唔过啊，大佬，因为你已经有姻缘啦，已经唔需要捐啦。哎呦，惊魂未定，搞唔到，系一啲靓。喺度转话题，几靓都好，佢依然系惊魂未定。佢劲惊自己棘喺个窿里面。啊，目前呢个大运咧，我哋行咗四点几公里噶，继续行落去呢个大运啊！我希望大家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啊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